但是早上的5点钟，大家看到外面天都是黑的，超级冷。那支撑我这么早起来的原因呢，就是今天我要完成一件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首先呢是登记。Hello, good morning。好了，我们拿到一份表格，现在先去填一填。我们被分到了黄组，现在通知我们了，轮到黄组去换衣服。好了，我拿到了，现在要去换上。不卖关子了，我现在呢就是要去海里面，去跟暗色斑纹海豚一起游泳。我们现在来到码头了，早上现在是6点半，好冷啊，风呼呼的吹。好，上船啦。衣服好紧啊，然后可能因为紧张，我现在胃都不是很舒服。这里呢，每年都能看到非常多的暗色斑纹海豚群，这些海豚群的数量呢，从100只到1000只不等，非常的壮观。好累啊，没有看到海豚，生无可恋。暗色斑纹海豚呢，性情非常的友善和活泼，它们也被称为大海中的杂技艺术家。凯库拉小镇呢，其实位于一个半岛上面，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半岛的中间的山顶上，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整个半岛左右两边的海岸线非常的漂亮，离海岸线几公里的地方呢水深就能达到800多米深，海岸边的海水的颜色呢是浅蓝色的，可是只要往外一点点就一瞬间过渡到了深蓝色。凯库拉地区呢，经历了地震还有台风的冲击之后，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里依然非常的美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游客跟我们一起来支持这里的灾后重建。Hello， 凯库拉的牛，你们好。下一站我们会去到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基督城，带你领略一下这座花园城市的别样风情。新西兰焦点堂，我们下期见。